喺2013年用市價42萬，包括咗67000人民幣個轉會費，即係一共俾42萬，包括67000個人民幣轉會費去買翻嚟嘅。佢而家個賠償方案只不過係港幣個6萬蚊，42萬買入，6萬1賠俾我，我點可以接受港紙喎？仲係咁，我淨係俾當時俾個轉會費一致性嘅，即係冇得攞翻嘅咧，都67000人民幣啊！你而家先淨係連轉會費都收唔翻嘅。其實我哋希望係點咧？我哋唔係話要咩賠咩幾大個金額，就係基本上係要可以喺足夠我哋攞翻當時我哋自己有嘅，即係喺同等水平同等距離能夠打翻球，你唔賠錢，你可以俾翻一個球會籍。